好，大家好啊，咁我叫 Hippo 啊，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件 product 咧，就系乜嘢呢？就系每一个吉他手咧，无论你初学定系去到进阶咧，你都一定会用到，就系 Kipo 啦。咁 Kipo 有啲咩好介绍呢？咁啊，Kipo 有贵有平嘅，咁咧通常咧你初学嘅时候，你都会上淘宝啦，买一个你自己心仪，咁四五十蚊，你觉得都系咁嘅價錢啦，咁但係咧，當你彈得耐時候，你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咦？點解當我夾 keyboard 嘅時候，支吉他會走音嘅咧？我唔知道你有冇遇過情況。對於我嚟講咧，我就好懶嘅，我咧成日見親啲歌咧彈 F key 咧，我就會夾喺第三格，係啦，咁我就夾第三格。咁明明支吉他 tune 好咗咧，一夾完咧，一彈出嚟咧，硬好似有少走音咁嘅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過。咁咧，因為咧。其實吉他啦，木吉他啦、電吉他啦，甚至係魚絲咧，其實佢個吉他面咧、弧度咧都有少少嘅唔同嘅分別嘅。咁所以咧，當你買一個 keyboard 嘅時候咧，其實係要留意佢有冇係寫住係用魚絲啦，定係鋼線嘅。咁咧，但係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紹依一個咧 G7 嘅 Performance Fit， 咁出到第三代 keyboard 咧，咁佢有一個咧好特別之處就係咧，佢一個獨特嘅技術咧，就係佢依個嘅弧度咧係有一個油壓嘅系統喺入邊嘅。一粒粒有啲掣咁撳落去，佢會可以咧適應到任何吉他嘅 fingerboard 上面嘅弧度嘅。咁同埋咧，其中一個好正嘅、好吸引我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單手夾落去，係好輕鬆嘅夾落去嗰時候。咁啊，彈完嘅時候咧。亦都可以單手好輕鬆咁樣咧拎上手，咁咧特別咧係我遇過一啲情況之後就係、是、咧出 show 嘅時候咧啲歌與歌之間係好短時間咧，我要拎翻起佢，咁我咧就好方便就單手咁樣拎起佢，跟住墮落褲袋咧我就開始即刻彈第二首歌，咁咧就唔係之前咧一般四五十蚊平平嗰啲咧就要好大力嘅，你要好大力夾落去啦，咁我當你左手好大力咧，你要拎翻上嚟好大嚿，唔知揾邊個擺嘅咯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依個嘅 Performance Free 咧係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所以大家咧，如果你有興趣咧，記得去聯絡我哋，我哋有現貨咧可以俾大家試一試嘅。咁今日嘅介紹就係咁多，希望你中意啦，拜拜。